晨，我哋而家嚟到第二日啦，而家去紧边啊，奶奶？我哋而家去整荞麦面。哇！你试过自己整荞麦面未？未。咁预咗今日要手软整荞麦面啦。唔系你整咩？我负责揸机喎。唔系你整咩？我负责揸机喎。真系我今日好似着得好似战地记者啊！我都喺度我哋搭的士过嚟嘅时候咧，司机咧同我哋倾咗好多偈。佢仲话俾我哋听咧，呢一个咧建筑物咧本身咧系喺山嗰边嘅。佢咧就成个移足过嚟呢边咯，好劲啊！哇，好靓啊呢度！呢度，唔怪得你要成个圈咯。すごい。好有时尚。系喎，すごい。我喺呢边先，真系好靓喎。你哋而家要换围裙啦，热高热热换翻战地记者色。哇，花姑个六好抢眼喎。系啊，系咪医护龙？系咯。我要拯救梳吧。美娘在哪里啊？我们洗完手可以做手术了。姑娘啊，你是像那些保育员那些保育员的姐姐啊？哎呀，你又流鼻水了。专业的多得翻。那你是什么人督他？我不是，我是姐姐。この部分に上げて水を入れながら菜箸で風を当ててください。はい、全部入れていいですか？あの少しずつ入れながら菜箸で風を当てながら入れてください。手で揉むようにします。手で、はい、まずボールにここにくっついておきます。はい、それは一応のさっと100% されます。キュ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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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そんな感じ。はい、有啊，你而家好似搶救緊個病人咁啊！係咪？心啊，心啊，係啦。唔係食同人哋握手。嗱，花姑，我係都係阿姐啊，唔好意思，拜拜。食糖花姐，係食糖花姐，哇，甜啊，開始。係，このお湯を吸って、手のひらで、これ斜めにします。これ、で、奥から返して、手前から吸って、これの繰り返しです。で、繰り返し。返すときにちょこっとここにちょこっと受けたね。はい、こうやって全身で冲凉。今要转过咧，左需要帮手转，唔系转错，唔系一个人。我转。哦，真是的，料理嘅大人，你真系差嘢嘅。整饼阿姑啊，好靓啊！今度はこの合わせ目を小さくします。はい、これでメディアム。調子紙を大体饅頭の下ぐらいにしたらば饅頭を置きます。少しずつ回しながら平らに伸ばしていきます。やってください。手長人でも大丈夫ですか？一個手長人。そうしたらば、今度はこうやっ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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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到你碌住佢只腳啊！阿叔都驚咗我啊！阿叔，你叫我停，我停得未啊？應該要等佢叫你停。佢話1.1.5，即係頭先嗰個大細啊，再大。好靚啊！佢又縮啊！嗱，見到呢個，見到。大家見唔見到花姑咧？不停揾個碌咧嚟謀殺阿叔啊！喂，個窿喺邊度？哇！新一代謝檸檬啊！今度嗰個使ってみます。佢似唔似公主？然之後佢預先講出嚟。呢次是最后一次碌啦，花花，唔系花姑。真的姨姑耍得比较厉害，本当ついたらば包丁でちょっとこんな感じね、パチン、こうして包丁でちょっとだけで包丁を前にくるで、スッで、スッで、スッ、こんな感じ、すごい。こちら薄くなっておりますね、切りません、はい、これに包丁でそばを乗せます。そうすると綺麗にそばが切れます。はい、どうぞ。あまりちょっと広くなるよ、うん、そこの手あまり低めに、そうそう、さあ、はい、まだもう一遍、またこっち、はい、またさあ左边少少，跟住切入去，推过嚟。食嗰啲咩？睇住佢。食咩？我食咗好多。食咩？食。哇！好淡啊！咦，系喎，原来咁简单噶。我喺香港开过。唔惊失业啦。我叫啲咩？荞麦菇。荞麦菇。哇，好靓啊！切得。
呢個是師傅的標準示範，呢個是熱菇的第一柱，呢個是熱菇的第二柱。哇，仲切到啲而家就到花菇表演，好靚喎！你都切到。哇，好快啊！我覺得自己。係啊。好攰啊！好靚啊！依家邊度啲面？邊度？你切咁多嘢，證明個食量，小心手。系喎，咁多嘅啲都食。花菇新增嘅花菇，哇，好靓啊！啲面条，花菇新增嘅面条好靓，我都。耶！我哋而家就切晒啦。系啊。师傅果然系。系啊，佢呢个系条麦面嘅标准宽度。系啊。我呢个俾咗少少菇多。系啊，阔面，意大利阔面。唔紧要，我哋起码冇嗰啲刀削面就 OK 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可以拎去厨房煮咗佢啦。吓，好大碟啊！吓，呢度得两柱啫，都系得两柱，几柱啫嘛。你雪两雪就冇啊，好滑噶。你滑咗落喉咙嗰度，你唔觉食咗嘢噶？嗯，好咬口啊！嗯嗯嗯。好淡啊，好好味啊！小哥，你快啲试下我哋嘅手势。好啊。嗯。用酥白做嘅年糕喎，佢咧就配咗两个 sauce 啦，配咗一个咧就系果玛丹咧，即系芝麻。点解佢似唔似黑芝麻嘅？黑芝麻。哦，咁样更好食喎。佢配咗呢个黑芝麻酱同埋纳豆酱，咁呢个纳豆酱咧可以攞嚟点酥白都好味嘅喎。佢话要咁样当饺子咁速结，哇！好啊，诶，冇事啦，冇事啦。捉结捉结，哇！试下果妈先，果妈系甜噶，哇！嗯，点啊？好得意啊！佢真系有酥白嘅味道，然之后我食落嘅口感系……我想问一下你哋以前有冇去台湾食过无脑锅啊？冇喎。无脑锅系一间火锅店嚟嘅，佢一个叫做冰淇淋豆腐。它的口感就好像冰淇淋豆腐咁样，摆入口系会有少少弹性，但系又会融开，但系有弹性。对住呢个好味啊！好食。好，咁我而家试下呢个纳豆嘅 sauce 先，因为我本人系中意食纳豆嘅，所以系，哇哦，嗯，咸味都好味。我试下佢头先推荐加呢个先。唔中意食納豆嘅人一定接受唔到，因為佢嗰個納豆係喺口裏面，嗯，納豆冇喺度，佢嘅存在感好強。諗起都好怕添。納豆嘅存在感好強，但係好咩？我反而中意食呢個溝呢個咧，多過頭先嗰個。嗯。仲要，因為我哋頭先咧就食完呢個 soba 啦，而家就準備出發去食呢、這個。又是吃的就是吃 pancake 啊，现在外面好好天啊，大家快点看看，好漂亮啊，好得意啊，现在整个这个住宅街呢全部都是直雪，是吧？是啊。哇，这里收铺收好了，这间咖啡拉苏达是三点半四点钟就收的了。哇！入面超多人啊，我想讲，好哇！呢度有成盒鸡蛋卖噶，三 kg 有五十个1500 yen。因为呢度咧系一个直营嘅工厂嚟嘅，所以咧呢度卖嘅蛋咧系每日咧新鲜由农场直送过嚟嘅。一啲人个个哇，呢个人捧住两箱添啊，捧住啲鸡蛋，个个捧住鸡蛋嚟卖啊呢度。系啊，呢箱咯，铺两层喎，原来。是啊，十你看看其实它有三 kg 五十只的。哎呀，可以减肥。我暂时同你哋接驾。我哋而家就等紧嘢食啦。我劲似嗰啲农场嗰啲职员嚟嘅，打扮。点解要摘咩蔬菜嗰啲啊？我已经唔再系志愿记者，而身一边做咗养鸡姑。养鸡姑。耶！咁我哋而家嘅嘢食咧就嚟咗啦，咁我哋就唔好再煲啦，我哋去食啦，而家休息。
我未飲過呢一個，佢叫塔馬哥食，呢個係一個雞蛋嘅特飲。我試下先，雞蛋嘅特飲好得意。咁我咧就係叫咗冇 cream， 朱古力咧就係叫咗呢一個有 cream 嘅。等我幫朱古力試一試。好啊，你試下。喺個飲飲到癲啊！咩奶色啊？布甸奶色定系布甸奶色？布甸奶色啊！不过蛋味好重喎。原来我哋呢一个明太子 cream sauce 嘅呢一个omelette， 即系叫做阿面饭。阿面饭就呢种，佢呢个滑蛋咧，望落咧系实的嘅，即系唔够平时咧嗰啲软滑。好食啊！阿玲阿玲都食，好食好食好食。而家限定咁樣，因為本身擔心咧，紫色嘅好似好薄，加個香啲唔夾，但係咁夾啊，好味！甜品嚟咗啦，哇！呢一個咧係嗰個 pancake 係實質啲嘅 pancake。然之後咧，呢一個係香蕉朱古力啦，佢上面咧有呢一個吉士醬，個吉士醬好好味啊！咦，我哋唔好客氣啊！呢個是咪叫乜阿毛？雖然咧佢唔係嗰啲擺咗入口會變翻好似食咗空氣咁樣嘅，pancake。佢咧係似 French toast， 即係用咗蛋液去浸咗好耐嘅麵包咁樣。哇！啲內容都好係咪啊？我好想食啊！好中意食㗎。如果呢啲嘅嘢有得食，應該會唔記得咗嗰個蛋皮。講完，你成日做乜講蛋皮？呢個好大啊，好大件。我諗一定要就喺正常一個女仔面前食。咁你咧？我哋而家三個人食緊一個，因為我哋仲叫咗兩份。頭先仲食咗個飯，其實飯之前仲食咗個飯。我咁樣捧住個飯就好肥妹咁樣，係咪影響啊？喺邊度？你個啦，一直影緊㗎，係啊。唔好意思啊，會記錄住佢呢啲先。我特別係想錄低咧，想翻工啊。佢話我成日講。对啊，通常一年认真讲啲好无聊，嗰啲好戆嘅打。唔紧要，我接你噶嘛，平时。我自己接，通常好认真嗰啲嘢。我系走传统揾杨聪明，什么老师都。聪哥有冇录低呢句？有啊，我提个机。大家睇到啲戆。就嚟咗啦，大細超啊！佢呢一個咧就係頭先個飯嘅 set 嘅甜品，就係一個 green melon 雞蛋焦糖布甸。咁而我呢一個咧就係lolly cake， 同埋佢應該係特別嘅，你睇下有啲窿咧。係啊係啊係啊！試下先。點啊點啊點啊！點啊點啊點啊！我把你告诉再见。点啊点啊点啊！你有冇啲嚟喎？唔怪之咧，头先个个嚟买甜品咧，都系买 lolly cake 啦。好好味啊！佢个蛋卷嗰个皮香，蛋味超浓郁。佢喺个口度散开，但又唔系舒服你嗰种淋嘅散开，就系、是，咁样形容反正佢口入面散開咯。好食咩？我想講咧，佢好似食咧，我哋香港嘅拌面啲蛋卷嗰只蛋味。咩拌拌拌？一罐嗰啲蛋。一罐罐嗰啲蛋卷嘅蛋味。有陣時聽佢講嘢係叫翻譯㗎。係啊，有時我唔知咩文嚟噶喎。係啊，有時佢講嘢咧，成日好多暗號㗎。你咁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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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因為啊，我知。
即因為是咁樣，所以咁樣，係真係原句係咁樣。我唔係舉例子。個原句就係、是：你咁樣，咁我哋咁樣，你咁樣。通常係我哋咩啊嘛，咩啊嘛，咩咩，因為咩咩係喎咩啊？我哋咩啊嘛，咁咩咯？咁然之後咩？係原句嚟㗎，唔係例子啊，個咩？四樣嘢，原句就係個咩嚟㗎？但係你明㗎嘛？好厲害啊！真係厲害，全心思啊！傑姑 baby 嘅職業係。朱古力原生好弱啊！真係頭先講朱古力嘅事情之後，我要試一試。可唔可以咁樣滴落去？然之後，哇！嗯，我覺得係重頭戲啊！呢、這個，哦，等陣先，原來凍蛋，我以為自己凍蛋，你係燉蛋。O M G！ 但係一定要有，但係一定要有嗰個焦糖。嗯，哇 ！OMG， 呢一只鸡蛋同我知嘅鸡蛋边一只靓啲啊？你点解要同佢比噶？佢冇灵魂啊！你嗰只煎蛋嗰个边，哇，龙精虎猛，净系喺个边你睇，佢嗰个死气沉沉。热姑 B B 煎嘅蛋。佢真係條窿邊，如果已經表達咗佢嘅人平時有幾咁細心、卓越嘅廚藝，同埋大膽嘅思考，冇錯。即係如果冇咗呢所有認同佢唔同嘅技術集合埋一齊，點樣真係將呢個嗰個叫咩啊？十年咩？一分鐘台上功台咩啊？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咁我哋而家咧就去咗第二个景点，我哋系饮饮食食噶嘛，食完之后我哋而家又要嚟饮啦，饮酒暖胃。东江酒庄有咩特别就系咧，其实佢已经有四百几年历史，喺呢个地方佢已经传到第25代噶啦。哇，25代传人啊！系啊，代代相传。喺江户时代咧，因为粮食短缺咧，咁系好多地方咧系禁咗唔俾做酒嘅。即係因為你米都冇啦嘛，咁你攞啲米嚟做酒，咁、oh. 但係咧，佢係喺呢一個咁多嘅酒廠入面咧，係為之少數嘅可以喺禁酒令嘅期，即係禁造酒令嘅期間咧，佢都可以做到酒咯。哦，咁一定好特別啊！呢間係啦，咁我哋而家即刻入去睇下有啲咩先。姑 BB， 你覺得有想講爛 get 啊？你都知道你 get 係爛嘅咧，算你有自知之明。呢度有個六尺桶啊，我哋要唱歌啦，阿姑一齊啊！我唔關我事㗎，關我事。我沒有六尺桶，我卻會對你好。我就唔剪走你，我睇下你尷唔尷尬先。我睇下究竟係觀眾尷尬定你尷尬？我懷疑係觀眾尷尬，佢都唔會尷尬。頭先花姑。我冇啊，我冇批准噶呢、這个。花姑就由你讲解一下做酒嘅过程啦。好，我系呢个日本姑姑姑智慧嘅代表系嘛？我哋本身日本姑姑姑就系智慧嘅代表喺呢度，系佢有阵时将我哋嘅智慧代表减弱。冇计啦，因为我本身就 I Q 190，将我哋智慧配合大家变 I Q 180，将我哋嘅平均智慧拉低咗。冇错，180。翻翻嚟，我哋点样做酒啊？你唔答，咁就唔使解釋啦。知唔知點樣做酒？嚇，我諗住等花姑你講喎。唉，好啦，你睇圖啦。終於了解到點樣做酒啦！呢個旅程令我獲益良多。你有冇小學朗誦比賽啊？哦，呢度有得。咦，我哋可以試百英三杯喎，不如試下咯。好啊，係用呢一個咖喱咖喱去買嘅。咁我哋就咁呢個就四百英三杯。咁我哋就啱好買四百英啦。東莞限定。原來佢係會 set 好重，撳一下咧，佢就係出幾多嘢出幾多。我想試人氣咯，都粗啲。係啊，好好。咁花見季節限定啦。好。另外咧，仲有得叫梅酒嘅，梅酒咧就系 staff 装俾你嘅。你同佢讲咗之后咧，我仲要加冰添喎，咁招积极。杯，
哇，呢個好特別喎，佢唔係淨係得滿味。啊？咩味嚟噶？佢呢個滿味 mix 咗啲米味。嗯？呢個好特別喎，呢個咩書？我哋而家買曬呢一個手信之後，我哋而家就可以出翻去。我哋下一站去邊？去睇呢個燈籠祭典。耶、yeah!！一年一度的灯笼祭典，冇错，系呢两日嘅啫，冇错，就喺隔篱嗰度，去啦。我哋而家瞓咗喺一个冰雪嘅世界，而家全部都系冰嚟噶。哇！今日影张相都好正啊，好舒服，好舒服，系啊。我哋影咗好多美照喺呢片雪地。其實呢片雪地是這樣的。今天應該是這裡的一大城市，所以是勁多人。哇，這個窗是心形的，好得意啊，好有愛啊，可以找到我的愛啊。是加油。好靚啊，這裡左邊這邊是這個 Bookstore， 很快的小孩。然後呢就有這些燈，這些燈呢全部呢都是呢，你看不看到它上面呢會有寫，這個呢就是米澤東高校製出來的，這些全部呢都是由米澤市的市民呢去砌出來的。那它是怎樣砌呢？很有趣的，它呢是用四塊木板啦，然後呢它就會用條繩綁住它變成一個正方柱體，然後它們就把雪雪壓下去，壓完之後呢它們呢就會解開那條繩，就會形成了這個塔的了，是不是很有趣呢？哇，那邊也很漂亮啊。喂，這個是有機 EL 雪電燈，是電的時候，是啊。是你最爱的，英俊的人，我在哭一路都要去到，我在哭，这件事很无聊，很普通的，哦 Crystal， 我那个什么问题啊，사진나오라님이지나그라이나카드라지어가도와가도햄버거와가면돼是煎爆的什么东西，花姑可以继续介绍你的那个炸鸡巴头了，我吃炸鸡巴头定经。你是不是要吃、啊、你不是要买吗？但是他连肉粟米都没有，平时也有下明太子，我们应该看看有什么，跟着再决定。可以啊，但我們一陣間就要吃飯了啊，突然之間放煙花，今集呢就嚟到呢度，下一集我哋会带大家去一间靓酒店一扑两食，而且房入面嘅温泉简直系为朱古拉而设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今日条片就嚟到呢度，如果你都中意条片，请你高抬贵手，指赞好、订阅同埋留言啦！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 ，Goodbye。